始导航。1.3公里后，向右前方行驶，请走泰安南高新区出口。可以吗？好。好，过。大路口走最左侧岔路。不要笑我啦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即将向左前方行驶，即将左转，右后转弯，右转，右后转弯，右转，然后100米右转，然后1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100米掉头，然后100。好，麻烦一下。那个“然后”的这两个字的翻译要稍微再清晰一些。好，嗯，好。好，那我们从49开始，然后再来啊。然后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100米到达目的地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这两个词的翻译可以的。可以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啊，开始。然后100米到达目的地，然后100米右转，然后10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我没有听懂，是不是很好笑？你离我远点，你要笑我。有闯红灯，我说不来了。到90要休息一下了。100，1分钟好吧，我不出去走。他用那个小手机就在里面。我休息1分钟。好 ，OK。前方有闯红灯拍照，出门668。噔噔，星星子闪亮登场。哎呀，走错了。我重新给你规划。稍等，好。5279，5245，5245，5525，3505，3835，不会了。A 急方向。好的，马上为您同步通讯录。导航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好舍不得你哦。姐，拜拜，简单了吧。